我们来到瓦拉卡附近的这个薰衣草森林。这个薰衣草农场就在瓦拉卡的市区，开车不用10分钟。我们现在在逛薰衣草农场的商店，因为外面下雨了，然后现在也没有那个薰衣草店可以看。然后它这个农场也是有动物可以看。现在7月是门票是5块钱。饭桌商品旁边这里也有一个小餐厅，然后它有一些餐点可以动，还有蜂蜜可以试吃。外面的农场长这样，不过现在下雨了，然后现在农场的薰衣草也不是开花的季节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出去外面看。这都是薰衣草，只是它们现在没有开花，然后到那边都还是。露米点了薰衣草巧克力跟蓝莓司康，它这个巧克力薰衣草超级无敌浓的啦，怎么看到这么浓？就一个人没办法喝完一杯吧？嗯，超浓的。那你这个好吃吗？这个不甜。哦，这个不甜，刚好配起来。对，可以。应该是说没那么甜，可是我是觉得这蛮好喝的。对，是蛮好喝的啦，就是非常浓。这个薰衣草真的很好吃，你看它每一个啊，哦，它这黑黑的这个地方都是薰衣草。你看它还有蓝莓哦，它是蓝莓，除了蓝莓之外，它黑黑的其他就是薰衣草的味道。嗯，就还蛮扎实的。嗯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点，也是在瓦拉卡市区很近的地方，这个 Puzzling World。然后在它的入口处，这里就有一个可以拍照的。然后现在因为下雨了，所以很多人都来这个室内的景点。但这里一进来，很多人。然后它这边就是有迷宫可以走，然后现在是室外的。它这边还有这些桌游可以给大家玩，然后还有卖一些这种桌游。益智游戏之类的。那我们现在在瓦拉卡的市区这里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的是一个墨西哥卷饼的店，然后这里超可爱的，超美的那边，然后这里超可爱的，还有小溪流河。它这里的菜单就是有很多卷饼啊、taco 啊，跟一些沙拉啊之类的。然后我现在点这一间 burritos。我点了一个 taco， burritos 在那边做。我点了一个牛肉的 taco， 小球点了牛肉跟鱼的，赞赞。露米点了一个 burrito， 那我们来吃吧。嗯，这样很厉害。这个也是厉害，这个很好吃，苗超多的。好吃哎，你那么爱口。它里面是米饭，面吧，饭，我就是虾的主要。我这个拍过。看一下照片，应该是。他好像好开心。可以自己的。今天地上没有那种雪融的冰块，比较没那么冷。刚刚后面那个吃完墨西哥卷饼的餐车之后，我们现在走来这条小径，对面的小径。那我们也现在去逛街。这条小径也好美。对啊，随便走进来一条小径都超美的，真的。然后旁边还有溪流，美哟、哦！前面就是雪山，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山脚下，瓦拉卡城市。你看还有彩色，这样很可爱的房子。在瓦拉卡湖的湖边啊，这一排就有一些餐厅，湖边餐厅样起来都很好吃。我们这几天来试试看，都吃一轮。对，雪小镇。我们现在来逛雪具店，这个镇上有一些雪具店，它可以租也可以买的。然后有蛮多牌子的。
瓦纳卡镇上的雪具店这边试穿鞋子，然后要过几天可以滑雪的时候租。然后我们来这间 Patagonia 巧克力店，它这里有卖冰淇淋，还有卖一些甜点，然后这边还有巧克力，这里还有很多种的巧克力。我点一个 Hockey Pockey， 然后小甜点的一个豆豆。我们在瓦纳卡住的就是这种公寓式酒店，然后我们是第二间，就是这间。然后它这里走下去就是前门，然后从这边开就可以看到里面喽。然后在瓦纳卡这边很多这种像是我们住的这种公寓式酒店，但是我们从超市市区那边走过来就看到了很多间，像这种的也看起来就是公寓式酒店。对啊，这里看起来住的都是公寓式酒店，对，然后都做的蛮漂亮的，对，嗯，就都有景，对，然后前面就是瓦纳卡湖那边，然后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那边大概15分钟。我的旅伴小球呢，他昨天因为他的雪鞋然后放在暖气口，然后结果被暖气融化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买雪鞋。How's it feel? Your toes like touching? Yeah. You just did not touch it. So you pull that one as tight as you like.那我们现在来吃这间 Burger Bar， 在这边很有名的一间汉堡店。那它这边的汉堡种类有很多，有牛肉啊、鸡肉啊、羊肉啊、鱼啊、BBQ 等等的。它这边还有户外的位置，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冷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坐在户外。然后我们点了两个汉堡，然后我点这个小孩的汉堡。跟薯条还有奶昔，这里旁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，然后他就可以面对着瓦纳卡湖打高尔夫球，超美的。水花都可以那么漂亮，然后都有倒影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还有雪山，公园那里太美了吧！随便的小水洼都有倒影，就是路上随便的水，哎，对啊，就真的就是水洼。现在要走去瓦纳卡 tree 那边，要走过去的路上超级美，这一整排的湖边，哇，好凉哦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那棵树了，那棵树就是瓦纳卡 tree， 在哪里啊？小小的而已，走近看一点。它旁边这里也有步道可以走。就是在湖里面的单独的一棵树，小小的而已，跟旁边的大树比起来是小小的而已。后面这间雪具店人超好的，推推，而且是这边算是比较便宜的租雪具的店，它还一倍多嘞，真的。所以如果要租雪具的话，可以在这间。我们现在要去买雪具。露明是租这一间 Green Tour， 就是青蛙的这间，这间的比较便宜。可以来租这间，而且他们人超好
真的。我原先说要那个租连续三天，可是我有两天没花，然后可是第四天才要花，然后他们也说没关系，就给你租了。对，他就送我们一天，超好。对。我们现在来雪具租雪具的店的旁边这边买那个面包店，我们来买这一边的面包，明天当早餐。我点了一个这个 long cream donut， 然后露米点了这个卡士达。